我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，都喜欢那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你问我这个问题是很难答，因为我是个 I'm a chef， 我去到那边要有这种心态，那种心那种 attitude， 那种感觉，才去到那边去发掘，去 pay attention to explore and to study。 如果觉得哎呀这个比较好，这个好，但对我来说呢所以呢你很多时候呢选美呢不能够教我做选美的事。对我来说，所有的美女都是这么美，是吗？所以呢我评分的时候全部100分。所以呢他们通常呢选美，我经常参加选美的，他们先笑我的，因为呢通常是最低分呢不要，最高分呢不要，通常呢我的一定不要的，因为我最高分的。所以见到美女呢流鼻血，吃了榴莲流鼻血。还有呢来到这里呢，还有就是在美国吃不到猫山王的，或者是黑翅，或者是黑金。因为呢在美国呢他们的榴莲都是泰国来的，不好吃。所以呢我要吃的话，我一定要来到马来西亚吃那个榴莲。所以呢其实这是来的好几个目的。我每次来呢都，我今天特别要求老板立刻跟我去看看有什么地方去买榴莲，就吃榴莲了。前第一天来到这里吃的太多了，他妈流鼻血，今天不敢吃这么多。那回到家里老婆问我为什么流鼻血，我说哎呀，因为我跟美女在一起，就流完蛋了。还好榴莲顶住。我就说榴莲流吃到榴莲流鼻血，他不能说什么了。大概讲就是说，主讲的东西是什么，方便。